我们要需要一个人来提问，然后另一个人来回答。那以防大家不懂，老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。好，双满，你可以来先来提问老师吗？可以提问我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图片里的这几个地方你们都认识吗？我认识双了，满，你有？啊，这几个地方有不会认的吗？例会有不会认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好，例会没有。好，双联你有不会读的吗？没有。好，很好。那先这样，先双满，你来提问我可以吗？你提问老师刚刚的提问怎么说呢？你还记得吗？说吗？这个句子，老师，对不起，我哦，迟到了。好，下面你刚刚进来吗？下面老师刚刚讲这个地方，你听见了吗？是。老师刚刚讲年月日，你听见了吗？下面老师刚刚讲年月日，你有没有听到呢？没有吗？好，下面你听到老师说话吗？怎么回事？下面你听得到老师说话吗？下面老师不可以听见你说话，你听得到老师讲话吗？听到。哦，你听得到老师讲话。那老师刚刚讲年月日，你有听到吗？下面你听得到老师讲听话吗？老师，到。好，那好，下面老师刚刚讲年月日这个地方，老师就是说，我们说时间要从大往小，小说要先说年，再说月，再说日，再说时，再说分，再说秒。好，不论什么时候都要从这边，这边是最大的一边，从这边往这边说，好吗？我们描述时间，就像下面几个句子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之后呢，我们来进行提问和回答。好，我们进行提问和回答，可以吗？刚刚老师让双满，双满，你可以向我提问吗？提问第一个，这个地点，提问商场这个地点，可以吗？下面老师不，例会老师有声音吗？听得到。哦，那为什么双满？为什么老师叫双满，双满听不到呢？听到了。听到了。好，那双满老师说你可以向我提问吗？提问第一个地方。你什么时候去过商场？好，我2009年12月7日20:10去过商场，好吗？懂了吗？懂了。我2009年12月7日20:10去过商场。好，老师举个例子，那大家你们回答也要像老师一样。先按从大往小，可以吗？从大往小，在这个图片里面，最大的是年，然后是月，然后是日，然后是时，然后是分，好吗？理解了吗？双元懂了吗？双元，完了，
双元，好，那善蜜你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从体育馆开始。那首先，双元提问例会可以吗？从体育馆开始，双元提问例会。好，双元，愿例双元，会，你请问体育馆呢？不是，好，双元不是，你需要给例会说，例会，你什么时候去过体育馆？例会，你什么时候去体育馆？好。然后例会来回答。我七月十五日、十六时十七分去过体育馆。嗯，很好，例会回答得非常正确。我七月15日16时17分去过体育馆，很好。那下面接下来，例会提问善密，可以吗？三立，你什么时候去过书店？好，善蜜可以回答吗？